这是我台南的妈妈吼，寄来的茶米呢。爱在外口走动几工啊，一定出忝的。你也加啉寡哦，甘甜退火了。阮惊以前也歹死，伊的孝心老你百分之一，唔知要外好呢。妈，我会拄到你啊，啊，搁认你做契阿母吼，一定是伫冥冥之中吼对我的交代呢，啊，叫我爱好好甲你伺候。好妈，伊的孝心哦，你看无？但我知啦。妈，你啉吼，我来一边看卖有啥新闻，好不好？我是啥物代志啦？遐大声害我惊一日。妈，你看啦，中共飞弹试射呢，飞弹要公开啊！我透过也唔捌你啊，啥物飞弹？我你看，一粒爱遮大粒呢，这一粒吼台湾就沉沉落啊！遐尼厉害哦！你唔知哦，到时阵一定鸡也飞，狗也跳，遐厝也拆啦。大家要走拢走无路了。那哪能咱要安怎？发生这么大条的代志吼，我一定要紧想办法啦。妈，我头先吼一定要先替你想咧。你看，你身躯边也无亲无戚无家属来甲你斗三工吼，即摆留现金留伫身边，安尼才是上安全的啦。啊，你敢有钱？无啊。安尼要哪会用的啦？我甲你教，你明仔紧去银行吼，啊，甲你的厝拢摕去贷款，换现金出来啊。贷款都爱了利息啊。哎呦，妈，你到时阵飞弹若公关吼，啊，大家拢走了了啊，银行内底也无人啊，你钱是要交外谁？先摕钱先赢。再讲吼，你老厝伫遐，飞弹若公关，啊，拢脆糊糊啊，迄要哪有效啦？你讲安尼嘛有理，当然嘛是有理啊。妈，你明仔吼就先去办咯，啊，甲现金吼换做美金，行到倒位吼，倒一个拢会使用呢。听我的无唔对啦。有你伫我身躯边，实在真好。那安尼哦，我明仔就厝摕来去银行抵押。这种药的效果真的有这么好吗？当然啦，全世界男人都为他疯狂呢。一次是几颗呢？几颗？一颗就好了。不过你要特别注意，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患者绝对不能服用，这点你一定要特别注意。我知道。美国香皂，加骨螺水。哎，你高血压、心脏病药吃了没？吃了，吃了双份的。那还不够。这什么药？美国进口的药，人家是怕你半途而废，到时候多煞风景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就是那种小丸子，我吃，我马上就吃。要吃几颗？4颗。4颗。我吃6颗。
就绪了。好嘛好嘛，可是人家的情绪还没有培养好啊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阿贵，别跑！阿贵，长不到了。阿贵，你长不到了。阿贵，长不到了。阿贵，别跑！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嘛！啊，我等不及了。嗯。老公，你要找啥？我找阿妈，交出水给伊啦。好、啊，妈，有人在找你哦。阿妈，你出水来给伊啦。安尼哦。嗯。啊，我这里做厝家吼，恁上乖啦。来，遐坐，开讲哈。阿妈，唔免麻烦啦。阿妈，你知迄人是谁哈？你唔是讲你拢无亲戚伫咧台湾？伊哦，伊就是我的客囝啦。哈，两月日前哦，伫咧公园熟识啦。哎呦，伊虽然外好咧，你知影？啊，嘛真看顾我这老大人。你了解？我介绍给你做男朋友。唔免啦。唔免啦。啊你呢？免啦。啊你也袂哦。啊你换一寡现金起去无？什么现金？啊人讲哦，开单要拍起来啊咧，换一寡现金吼，放在身躯边，啊先换先赢啦。啊，若无吼，飞船若拍落到地吼，安是钱嘛无，厝嘛无，拢嘛无了了。阿妈，无遮严重啦，你还对政府有信心吗？啊，这款危机也毋是头一摆啊，逐摆毋是拢安平平安安就过啊。啊，搁而且，阮哪有啥物现金，拢交予你做储蓄钱啊啦，要摕啥物去换？啊，有啦，上价值的吼，就这两只表啊啦，啊，你买滴无？哈。小等。这金龟吼，互恁提转住，啊，查某到地吼，有钱到有厝。谢谢阿妈。谢。安尼，我来转啊。阿妈，拜拜。拜拜。拄只迄个厝口也有伫个讲，代志也无遐尼严重啊啦。害我吼，提两间厝，去银行抵押，嘛30万的美金都有转啊。安尼吼，那不是加费气？那是伊唔知影死活呢，妈，啊因租厝的人要怎知影讲有厝的人的心声啊？啊因反正到时阵吼，苦苦浪浪就会使走啊。啊唔过你唔是呢，敢讲你要甲厝安尼紧甲头走？也唔过遮尼侪钱，可厝了敢会安全？你免惊啦，有我伫咧啊，我吼一定甲你啊甲遮现金吼保护甲足好个。上好食鱼仔，要来你食呢。啊，这落天这么热，你食什么鱼仔啦？
我想讲吼，爱食仙草，啊，你拄才去干巴店，敢无想送买仙草转来？我是因为吼，你未出成功啊，啊，食这鱼啊，表示讲吼圆满啊，表示讲吼，你会使食到百二岁呢。我拢煮好啊，你唔食吼，要甲你踢二二哦。唔系啦，我还记我捌甲你讲过，我这个拿喉哦，袂用食这滋味的物件啦，食了哦，气结着。嗯，来啦，我甲你吃啦，来。啊，安尼，予你有面子啦，吼。嗯，袂用哩，你爱规日踢落，来啊啊，好啦。啊，乖，啊。我拄食迄个物也无吞落，不然啥，也无哪无吼，你去加着。你家配掉，我煮给你食鱼啊，你家配掉。是啊，卖不会啦，我无爱食的物件，卖强逼我食啦。我知迄个物也无食，我才袂死，才通食百二啦。他们说是你来报案的。对啊，我一来就看到我干妈倒在地上，水睁得大大的，整个脸都变黑了，我才赶快报案的。先生，他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汤圆。啊？法医从他喉咙里面取出了两颗汤圆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是一个那么好的好人，我还以为他会活到120岁，没有想到会死在汤圆上面。你最好通知他的亲属，来料理他的后事。他的先生跟儿子都死了，他没有亲戚。那你就帮帮忙吧，反正房子这么旧。好不好？连上葬费都有问题。我来，让我来。我的干妈生前很疼我的，在她死后替她尽一点力也是应该的。
很急躁。为什么要停？我在练习怎么停红绿灯嘛。哦，没有人开车比骑脚踏车慢的哦。我怕撞到人可以吗？不然你希望我一个新手开多快啊？就是因为没有人才到这里来练车的，你放心加油门可不可以？好好好好好，你抓好了，很快的哦。预备，加油！我已经加到底了啦！哎呀，你都没有打挡，车子怎么会动？我帮你了。到处找时间到啊！阿妈，你的记忆有够歹呢。你的厝水，我暗时就甲你送过啊。时间到，赶紧进来甲厝水。时间到啊，赶紧进来甲厝水，紧摕厝水来啦。哇，他这种叫法，好像有一堆的鬼在向他租房子。带我来去收宿舍。阿妈，你是当时起来的啦，啊，不过歹势呢，我未考到驾照，啊，玲子，再带你去收宿舍，安尼好不？我帮你开车门哈。你嘛较拜托的，今仔是阮翁的头亲。我知啦，啊，我来吼，就是要甲拜一下。顺便甲你讲吼，哇，阮知影这小小新官吼足艰苦。免客气，你是欢喜讲我的小有通用对吧？啊？厝内底死人，佫会当趁钱哦，稀罕哦。有保养金，一千万。你嘛较有善心嘞吼。安尼你欠我钱，当时要还啊？等我领着保养公司的支票，好不？嗯，真好，啊，唔通去拖哈。我听外口的人讲，
娘走的时阵，哦，走个足爽的呢。厉害哦！厉害哦！购买公务车一辆，要以物色好价美物廉二手小车，58000块。你们说说看，为什么公司要替你们买车？买保方便呢。如果有一台小破车的话，不管刮风下雨，都会有两个傻瓜上山下海替你采访几个异故事。你看这有多划算。再说我们两个漂亮的辣妹，出去也是代表公司的形象啊。老是骑台破摩托车，你也没有面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公司那辆摩托车是有点不称头，我收回来哈。太好了，早该收回去了嘛。做得好。那以后你们自己掏腰包坐计程车啊。计程车前面还有个司机帮你开车，多气派呀！哎，你找他们什么事啊？要房租？好，我帮你叫人。什么买车的？想骗钱交房租，说一句嘛。哼，咱妈是很过分呐。喂。阿妈，你是安怎？时间到啊。赶紧进来到厝室，挂断了。怎么发出那么恐怖的声音啊？小姐有事吗？我们上礼拜来交房租的时候你也在，对不对？那阿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们要房租呢？跟你们要房租？不会吧，她死了已经有7天了。死了？怎么可能？她下回打电话到公司。对啊，还没有讲话就好像喉咙很不舒服。哎，请你们不要拿这种事开玩笑好不好？干妈她就是因为吃汤圆的时候噎死了。
道你说的是真的了。他为什么还要一直找我们要房租呢？两次了。我想他可能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缺钱用，今天晚上刚好是他的头七，我会多烧点纸钱过去给他的。那我们以后的房租怎么办？以后你们就交给我就可以了，现在我干妈的事情都是我在帮她处理，真可怜呢，人死了以后连个亲戚朋友帮她处理后事都没有，我已经帮她垫了好多钱了。这样啊，好吧，那你拜拜的时候替我们问候一下她哦。哦对的，她在世的时候也很喜欢你们。事情有古怪，你刚有看到阿妈出现对不对？她干嘛一直出现，还打电话叫我们？我听人家说啊，人有三魂七魄，死了之后这三魂会跑来跑去，说不定她一魂去了王子城，一魂去收房租，一魂就留在这里，根本不想着自己已经死了。我只是怀疑她那个干儿子，阿妈她有这么多房子，死了之后一定是留给她的嘛，干嘛要在我们面前哭穷呢？在怕什么？还是他的心虚？怎么不见了？为什么跟着我们一起躲啊？因为他也怕，他怕他儿子啊，应该是吧？那跟他说说道理好不好？你说。阿妈，你唔通对阮秘伫遮啦！你敢知影你已经死啊呢？若是讲你是冤枉死的，你都无应该去受处死啊！你应该去跟迄个害你的凶手啊！我是讲，若是真正有一个害你的凶手啊，阿弥陀佛，没有看过鬼在怕人的。阿妈。你即摆已经是鬼啊！你若出现，凶手一定会惊你的啦。你看阿妈懂了没有？懂了。
并且正在做。小金纸也真难哦。哎，咱两个阁真有缘呢，行到倒位吼，拢拄会着了。啊，照你看吼，咱小姐的金纸和一挂冤亲债主，啊，因是收会着还是袂着啊？应该是会啦，啊，若无专心这样子个，这收，敢是假？我看嘛是安尼呢。其实烧金纸给家己的亲人哦，是愈多愈好。你若唔叫你妈到底来烧？迟到五分钟，你们怎么会迟到呢？你们不知道啊，我带了一堆的美金来看房子，只要一看满意啊，马上付清房款。你们赶快来吧，可不要得罪我这个大客户哦。
怪，我卖怪，你卖怪，你卖怪，我卖怪啊！小姐，小姐，我很满意你们这间房子哎，我这些钱啊，就是要用来买你这间房子的。可是我们没有房子啊。那你准备出多少钱来买呢？30万美金哦，一次付清。快点去帮我办手续哦。好，帮你办手续，你在这边等哈，等着哈。现在就去。办手续。先生，你是不是要买房子？先生，你是不是黄阿才先生？你是不是要买房子？买房子？不对啊，那我的钱呢？那我的钱呢？那我的美金呢？新哥哥，为什么要这么早回来呢？我们不如去阳明山逛逛，吃土鸡好吗？哎，吃土鸡哪有开心哥哥安排这么好呢？来，你别愁，你别愁了，来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生命的孤单，也是我生命的一块。欢迎。什么艰苦我嘛不惊，为着你千金万金我嘛敢担，谁人会去代替你的形影？爱你的心，你敢会知影？再来一首。开心哥哥，我们连续唱了几十首歌嘞。我肚子好饿，出去吃饭好不好？哎，我冰箱里面好多东西吃，这个拿了啊，来。对面的女孩走过来。听到吗？边上地方啊，有丝瓜、硬瓜，很寒冷啊，多好吃的，我每天都吃不腻呢。对面的女孩走过来。哎，阿仔。你来了多好，甘爸爸唱得蛮爽快，我不要唱者。哎呦，不要了，昨天唱了一晚上，唱到拢烧声，还没好呢。你不是讲要友好甘爸爸？那我不陪他唱歌。爸，你真是的呢。好了，十首啊，50、20、40，好了，就这样啦，30。要献给我亲爱的干爸爸，我爱他，他也爱我，我们要手牵手，唱到天荒地老，唱到
海枯石烂。来啊来啊，寒风吹起细雨，风雨解开我的记忆，我像小船寻找港湾，不能把你忘记。是不是找错人了？至少他两个多礼拜了，也没看他拿过一毛钱出来请客。家里头吃的不是咸瓜就是菜瓜，他怎么可能会有钱嘛？你是要啥？这叫做乌干那带导游是看不出来的。你是有钱的人哦，愈苦啦，愈惊人知影伊有钱啦。你是叫我回去做就好啊嘛。叫你的回去做，你敢知影？我逐工陪伊唱一百条歌，迄滋味是安怎哈？你到底是什么世界上？伊是我的大金主呢，伊啥物人都无信任，伊连温下无信任，伊拢放伫厝内底，厝内底哦，上无嘛放有两千万现金。你的任务哦，就是将伊的钱拢挖出来。挖？嗯。是要安怎挖啦？他每天没事就在家里唱歌，一双老鼠眼在那溜来溜去，在想啥？伊拢知影啦。当好死才退啊！你唔免阁揣个遐惊啦！我即摆对你吼已经心灰意冷，袂阁惊你啊！我费遐尼大个精神，才贵你啊摕30万个美金尔，你着遐大个本事啊，阁甲收收长？你嘛毋想看卖啊？我厝内面有八个囡仔呢，我自细汉就敢使穿阮阿兄留落来衫。逐顿都是菜脯配面，迄款善食的滋味，我袂阁受啊！我遐尼啊善，对你阁遐尼啊好，啊，给你淡薄仔钱，安尼敢嘛袂用了？我紧啊！
反正我即摆已经新目标啊。伊个厝内底吼，随时拢有2000万。你等你看，我若是要创着伊个钱吼，绝对袂停，绝对袂停。爸，爸，爸，我们来唱歌啊！今天我陪你唱到底。啊？哎，不行不行，医生说我喉咙长茧。要不休息一阵子哦，以后就不能唱了啊！我就说我们父子真的是有心电感应呢。你看我带了什么？当当当当，这个啊，只要你喝两口，保证你喉咙舒舒服服的。哦，我就说嘛，自从我从卡拉 OK 认识你叫我干爸爸以后，我就一直觉得我们父子连心嘛。好好好，嗯，来，干瓶。最舒服的死法，安息吧。哦，我要到楼上去找你那2000万啊、哦！让人家看到你那壮硕的身材，你不要以为你不出声，我就会上当跑进去哦。你等着啊！睡了一觉，梦见自己洗澡，又梦见自己被电了一大下，终于醒过来了。嗯，哎，他们两个怎么看到我像看到鬼一样？